广州医生是一家专注音频数码、三 C 配件产品的公司，它成立于1998年，至今已经走过了23个年头。23年来，我们面临了很多困难。广州医生始终坚持产品创新、客户第一的原则，与客户共同发展，协助客户获得更大的市场。成立至今，我们从最早给海外客户 OEM 贴牌，后来以研发为核心的为客户提供 ODM 产品，再到今天的以专业产品及服务运营自主品牌。这一路走来，有1000多位产线员工及品牌运营团队，还有全球90多个国家的客户，一起见证了医生的发展壮大。在2005年，随着中国供应链的逐渐完善，医生开启了自主研发、产品创新的经营方式，根据客户的市场需求，将产品的每个想法和创意都变成了产品，协助客户扩大市场影响。同时，医生也获得了多项的产品专利证书，至今医生已拥有180多个专利产品。医生在2013年转型升级做自主品牌，这一次的转型并不容易，我们怀着从零出发、二次创业的决心，一直坚持走到今天。这些年，在所有医生人和客户的支持下，我们也获得了很多政府、行业的认可。我是一名创业者，在创业的过程中，我经历过很多困难。正因为我经历过这些困难，所以我们更懂得客户需要什么，也更明白做自主品牌需要帮助客户做好品牌宣传、市场推广的重要性。从做品牌开始，每一年每一个行业的展览都会有医生的出现。2013年至今，我们已经参加过8个国家和地区、20多场的行业展览交流会。也正是这些行业展览会，让更多的客户认识了医生，成为了医生的长期合作伙伴。这些年，医生始终坚持诚信经营，用心为客户提供每一个产品，完成每一张订单，这也让医生获得了客户的信赖和支持。很多客户从第一次合作至今，已经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。目前合作超过10年的客户占比为65%。Hi, I'm Alan. I have been working as a 医生 more than 8 years. Hi, I'm Simon from 医生. I'm your professional business partner. Hi, I'm Sarah from 医生. I hope you're your best business partner. Hello, this is Vivian. Nice to see you here.I'm the sales manager of Eason. Hope we have a long-term collaboration. Hello, I'm Brian from Eason. Hello, I'm Fiona from Eason. Hello, I'm Gina from Eason Company. We are your Eason customers.